国际武术竞赛套路蓝棍，蓝棍是南派各类棍术的总称。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蓝棍，其编排采集了双头棍、双夹单棍、单双同用、单头棍等蓝棍动作素材，遵循武术套路运动技术发展的规律和竞赛要求创编而成的。该套路内容充实，结构合理，布局饱满，节奏明快，方法多变，衔接流畅，充分体现了蓝棍双手握棍、吞吐自如、棍法凶猛、动作细腻、发声助力的运动特点。